老师，现在我们带你去吃一家我们中壢夜市非常有特色的盐酥鸡。那它的盐酥鸡跟外面的完全不一样，我们来吃吃看。就是这家，在这里叫协成盐酥鸡。那基本上我个人是非常爱吃啊。等一下请老师吃一份看。很多人呢吃盐酥鸡最担心的就是太油太腻，然后或者说会有热量过高的问题。但是其实老板娘非常贴心哦，他们有准备一个甩油机，那基本上呢把所有的油甩掉之后，热量听说可以少好很多很多，两三成哦。所以在这边吃就不用担心过胖的问题了。那我们让老板娘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他们的盐酥鸡这么好吃？因为我们的鸡肉是当天去市场现买的，然后回来现切，然后现场腌制，然后再到了摊贩，到了那个夜市之后是现场现炸，所以它的肉是新鲜的。那为什么你坚持一定要脱油？因为就是客人要求说会太油，所以我们觉得说有脱油的话会把油去掉，所以吃起来口感会不会那么油腻。对，在中壢夜市哦，卖盐酥鸡的至少有5摊10摊，但是这一摊一直都是生意最好的，而且常常要排队，所以阿姨的用心大家都看得到哦。天天换油，对，天天换油，天天甩油。好，经过漫长的等待呢，盐酥鸡终于来了。来，老师，我喂你吃吃看。好。其实基本上你会觉得它外酥内软，而且调味非常的特别，对不对？哦，外面酥，里面软软的，吃起来会想再吃一块。嗯，而且不会有很油腻的感觉啦，而且它的口感其实是刚刚好的，所以，其实盐酥鸡一直在中壢夜市都是非常夯的一家盐酥鸡，因为它有那台甩油机，对，所以它外面的油都甩掉了，都甩掉了，感觉负担没那么重，所以它的油脂就没有那么多。好，难怪它那个生意这么好，生意那么好。